邀请不了你，你应该把那个是关掉了，估计。哦，那现在呢？可以拉我呀，拉我的 ID 是什么？ID 叫什么？我屌你妈的那个开头了。啊？什么 ？W D 开头那个。W。哎呀，我屌你妈！看我的战斗力，7000，高达7000，其他的只有1000多。等一下，不要急。哟，三个打我一个，可以围攻我，围攻我这头老虎。哦，人太打掉了，我操！人太掉了，人太被人打掉了，老虎腿断了，完，那老虎腿断就开不起来了，这个就炸了，单腿只能原地转，我很难受。我翻了了，老虎翻车了。你别刀死你！哦，没得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对，就剩个轮胎漏了。轮胎就剩一个了，炸到了。当我们看到酒桶在绕后的第一时间，你看，像这个时候，应该是直接交闪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要防止古拉加是一闪，一闪反应不过来的。但是你看，他开鞋子之后，他过来之后，哎，他是贴到你身的时候一个肉弹冲击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装扮啊？我 cos 的菲拉吉米尔红毯，外加鬼王面具。我准备的是鬼王面具，这个面具戴着的话，鬼王。有没有想那个电影叫什么？《电锯惊魂》。现在你只有30秒的时间，游戏已经开始了。如果你解不开的话，那么等待着你的只有死亡。啊！呼吸不了。这把你跑不了了啊！没关系，我再勾引他。好的，他完了，我先拉开，等二段听一波。哎，你咋不那个呢？你咋不往回跑呢？我很奇怪。等一下，这波偷他这个，哎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哎，这又是我没想到的。接近马上的安，哎呦呦，锤马了，我靠！不用管他吧，可以直接走吗？哎呀！他身上有土，有，我靠，不好意思，完了，我惹事了。哎，我好像搞事了，别逼我，我搞不清楚情况，能不能别逼我？快走！太抠脚了吧！这一下我也没办法。我居然这个了！哎呀，这个小兵我真的是服。打不了。来，我来带你冲，看我秀一把。哟，秀一
吧。我操，五个雷秒了。哎呦，身法不错嘛，老马啊！没有嗅到你。哎，哎，我刚打你怎么？别冲你了！哇，你这个也太快了吧！哎，死活！哎呦我操，跳车漏了。漏车狂魔，900块，来个爆裂魔杖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也就告诉你们游戏结束了。他们来了。OK。我说话你听得懂吗？嗯，都听得懂。你是真的皮，韩语怎么说？你是真的皮？对，韩语怎么？是他厉害的意思吗？你厉害的意思吗？什么？这个你是真的皮，就是你很溜的意思。嗯。很逗的，有很逗的，有很逗的，就是。没事，我们开吧，开吧，没事，没事，不用就是，开吧，开吧。我好久没有用过他们。OK。走。不用保存。等一下，人，等一下。哈维已遭抛弃。哈维已遭抛弃，我靠！我快一点跑，这也失败。丢了！石头有点调皮，飞克死了，单杀飞克。单杀飞克，他死了。OK， 他死了。还有，他被我缓速了。好 ，OK， 他死了。OK， 单杀。我先溜了。我有点讲道理，有点小延迟。画面调大一点。他这个只有全屏。哟，都怪你们。完了。耶，这我怎么玩啊？完了。完了，各位，哎呦我靠，哎呦完了，我把电脑搞一下啊，我这怎么播？这播不了了呀。他们四个，我有秒表，我可以慢一下。我这两个秒。讲道理，有点小延迟，我讲道理。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踩我，说我很捞，不会玩。哎，霸王龙怎么说？是他。嘟，他很捞，感觉他非常呆。因为这把没有刀妹的限制，立场组一定会起飞。哎，飞军枪怎么用吧？首先呢，我们在中期的，你看你装备不错的时候呢，就找一个地方开始蹲人了啊。那找的这个地方呢，最好是高坡。然后另外呢有个什么树帮你挡着，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离这个车啊稍微远一点，还有记住蹲着也好趴着也好，不要不动，不要趴在那不动。我跟你讲，高你记住一点，高手他都不会趴着的，你注意去观察高手啊，你会发现高手他永远不会趴着啊，当然特定情况除外，他一般都是在这动动来动去，因为你趴着给狙击枪看到你必死无疑，一枪爆头。
这拳打没用啊，拿锤子。这个七号他不可能进，他不可能进，哎，他进我把球吃了。我说什么运气啊，这炸我又不能这么炸啊，这八号好像有角度啊，没用啊，还是我赢的呀。哎，你想想看，一个向日葵50块，他产出一个就是25块，对不对？那他一会儿就赚回来了呀。到了，哎呀，到了。哎，直接上吗？无香蛋来一个。嗯，难道说，哎呦，所以这个塔可以拿啊，别拿了，塔不拿，小兵不能拿。你这个是第一个，哎，死了，这个好，我们这时候回家，现在开始去带他们下路。你说谁能挡我？你跟我说对面谁能挡我？哎，四个人头李青，三个人头 ADC， 挡不住的。我们现在非常疯狂，我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，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，非常可怕。哎！哎，我黑剑呐！他直接红开的，他回到左边去了，那我就去他野区，我在前期一定要避开子龙，这个子龙我绝对打不过，这波不抓，抓不了，抓不了，是他来，他可能会到我的野区，也可能会吃河蝎，稍微缓一手。打破，再缓一手，这个时候很伤，但没关系，我可以秀他，锤不死我，这个就看我的微操了。我们就要围着下路打了，知道吧？你中路不能给他机会，下路，下路准备，下路准备，泰坦没闪现。好，封撤卖溜。你看，你中路的无法联动，看到没有？导致我们节奏不好，是不是这样？说的很好。OK， 行。不要笑。不要笑。哟，空投，我一把 U 单去抢空投。保持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，大叔？空投我来了，有说法的啊，这个有说法的，13号底站。大家好，我是韩金文，来自安徽芜湖，今年28岁，我自创了一首皮舞送给大家。身为对方，我心又到你鬼吧，在那深夜酒吧，那姑他是生西嘎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条龙，来右边画一道彩虹，在你胸口比划一个郭富城，两个食指就像穿天猴。啊，惨了惨了，这小老板们，你不把他锤死啊，他要就要把你锤死。听说李皮摩托杀手，全部干掉。哇，好多金币，好多金币。哇靠，这水里面不能去的。